鸡扒空户精，毛姨姨话吓到我。想睇个骚几剧咧？另外个条件啦。我哋呢度睇咩？靓女咯，唔系呢班。有请毛姨姨。你个左只耳都唔俾我入啊！哦，原来去踩场，咁又系啊，系人都想睇下阿周阿周个衰有几咁骑嚟噶啦。你唔需要逼到咁埋啊，系咪先？即系而家我哋做紧啲嘢。我啲想啲啊，见面飞升啊嘛。即系你吓乜有嘅咩？不过真系好羡慕毛姨姨啊！你睇几多鸡扒空对住佢，能够同一班亚洲先生嚟个零距离接触，正啊喂！不过佢哋变身实 Q 阿宝边个咧？我去找你的主子吧。咪就系佢咯。你以为香港人怕你，我们不怕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香港万人毛孟静。对。香港之祸，毛孟静，滚回去！吓到我！吓、啊，喂，你堂堂电视台高层，傻咗啊？傻的吗？啊，真系。我亚视被淘汰，肯定是最后一家。刘明睇走秀，阿大义工咧喺呢班大只佬后面就大大声，一出嚟见到班记者就变鹌鹑，十问九唔应。人家就唔惊你啦，照样闹爆。阿周，阿周。你用自己嗰揸住嗰个牌，然后自己攞到嘅时间嚟咁样，简直变相咁洗脑即系洗脱自己观众嘅脑，否决否决否决咁。呢个自称同 CCTVB 收视六四开，自我感觉良好嘅电视台，连同行都唔帮啦。200个演艺人、学者、议员同文化传媒人联署撑发牌，觉得咁先有公平竞争，提升电视业嘅质素啊！